倾向。锦鸿书嘛，你这些名字你就写。慢一笔画是完成，慢一点。你看，看似好像很快，其实我没有写很快，而且我还有一点跑掉，就让它跑掉。好，然后写到这里，如果比如说你这样连着会跑掉，写到这里，你把它再抓正，再写到这里就可以了。你去干。那个什么，一定要讲成什么，你行气对就好了。比如说，一定说，一定要这样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是说这个字也可以歪这边，也可以歪这边。那最厉害的就是歪这边，歪歪歪，然后突然又歪这边。那个像那个像黄庭坚啊，还有那个谁，那个王铎啦、啊、米芾啊，他们都是有办法、有能力哦，直接就是一边写就有办法去控制变化成这种样子。那当然这种是属于排列的哦，排列我们的变化就尽量。让它那个，让它自然一点。枝，从枝开始啊。木，它是从这里，然后再第二步。它的固有很多种写法，这是其中的一个，它是其中的一个哈。通常它会写一个十，然后直接下来一点，然后过来，这边差不多哈。那这是它其中的一个哈。略微更粗，这个固就可能要稍微写小一点。小一点啊，这个枝也要稍微小一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写唇会比较大一点，所以这个枝也写小一点。
就上来。之，然后蠢。这个蠢，你现在写再写这个字不要空的。它比较开阔，比较开阔。然后我们一样，这个你再写一次的话，写一个不一样，自己发挥。其实比如说他少掉一个日，你有没有知道？跟真正楷书的那个纯字啊，我写一个像他的。三个虫，两个虫都是。好，那我只要写这个字蠢啊。好，写这个烦，这个就写小，你不要又写大了就不好看。写小鱼可以写稍微中一点，这样子，一过来一点，过来，然后我看清楚哈，我看清楚，好，来，慢慢练吧。